并不是以世俗心世间相说我应该去补足这一块，而是你明明知道在过去你从来没有去做过应该做的事，你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可是真正应该做的事你也没有去做啊。好像修行是先把自己门关起来，以心经以自修自立的角度是先把外界切开先关起来是没错，可是当你修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把不对的铲除不足的部分你真的没有做。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护持佛法不遗余力，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若蒙捐助善款，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 22718807，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共转法轮，阿弥陀佛。